前正在北美举行巡回演唱会，信众多粉丝朝圣。不过近日就有网友发现，有粉丝看完演唱会后竟摘下当天自己戴过的隐形眼镜放在网络上拍卖，卖价还特别备注商品保存情况相当良好，开价则是开出近30万新台币天价，立刻遭到粉丝痛批，这太恶心了吧。而卖家之后将卖场下架，并表示一切都是开玩笑。另外泰勒斯先前开唱时连下几天的大雨，但他仍敬业开唱，让粉丝相当感动。没想到竟然又有歌迷将当天下的雨水搜集起来装在罐子里贩售，并开价250美元，还注明是麻州第二场演出的雨水，让大批粉丝都超傻眼，再度引起众多批评声。Bye.